这个是我第四次，现在不是菜鸟了，我进步了，有经验了。对，我有经验。觉得台湾的文化其实很有特色，就是跟我体验过其他的文化完全不一样。还有我觉得参加这些真的可以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都是最好的方式来入境随俗。有没有很感动的地方？非常的感动，尤其是今天特别感动，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现在才有机会赚交脚，因为那个最近那个今年没有办法，我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开心的可以收到妈祖的保佑，让我很感动。超好玩，第一次，没有，这个是我第四次。对，我现在不是菜鸟了，我进步了，有经验了。对，我有经验，我不到老练的，但是还是。今天来到南瑶宫的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玩得很开心，还有最主要就是其实我今天早上四点起来了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是我听说过马祖就要经过彰化市，决定哦，那我出门一下，因为我是就是彰化本地人，我就出门哦，白沙屯马祖岛了，所以早上六点到是什么八点半都是跟着大家一起走一走，觉得不错，可以跟大家一起走到我很熟悉的地方。对，走了第四年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台湾？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其实很有特色，就是跟我体验过其他的文化完全不一样。还有我觉得参加这些真的可以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都是最好的方式来入境随俗。有没有很感动的地方？非常的感动，尤其是今天特别感动，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现在才有机会赚交脚，因为那个最近那个今年没有办法，我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开心的可以收到妈祖的保佑，让我很感动。不要急，你 right into 南瑶宫。So beautiful。另外一个就是南瑶宫，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寺庙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也有拍过几个南瑶宫的绕境。这是全台湾最有历史的绕境，我说欢迎大家去看看一下。哇哦，画面好精彩。谢谢。好，你好棒，妈妈说你好棒，加油！好，没关系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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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手先不要晃，来先放下，放下。你妈妈妈送你礼物了，好，好，拜拜哦，拜拜。眼光看，他们也很努力的在生活。